个一个科技的一个发达，教育尤其是教学方面也要利用科技来提升我们教学的效能，让小朋友学得更精致更有效率。所以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跟微软公司合作，我们准备在台东县东海国小先来示范，做一个未来学校，一个云端学校的一个设计，让我们的老师都懂得也会利用科技来提升他的教学的一个的方法，增进他的一个教学效果。这一个案子非常的庞大，老师的部分我们会透过很多的培训，让老师有利用这个资讯的能力，让他懂得去开发他的教材，懂得利用科技去设计他的课程，懂得利用网际去跟人家分享他的一个教案，让他的教学更有趣，小朋友学得更有效能。我们透过课程的一个实施，透过很多的资讯的活动，让小朋友也对科技的利用，譬如电脑还有网际网络收集资料小朋友都可以自我学习结合课程让小朋友的视野更拓广他的学得更广更深。这个是未来在东海国小准备推的一个异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构想。教育无他，爱与榜样，我们要让我们的校园充满爱，处处有爱，我们的老师都能够以身作则，作为小朋友好的榜样，让东海国小真的是一个有爱生活然后实现自我理想。Thank you.
在擦脚牌。哇，东海好有想法，有点超凡的。好了。喂，丽文吗？哦，老师收到你的作业了，台豚的定义，你这次作业写得不错哦，比上次还更详细。那你这个继续保持这样哦 ，OK？ 好，这样就好了，拜拜。